唔係喎，嗰邊未睇完喎，翻嚟睇啊要。有冇得翻去啊？去鮮花盆栽。真是慘啊，俘虜只剩一條還撐住，那裡面好像埋有些東西。哦，哇，新增筆記 舊照片，在大華樓一樓花圃找到的照片，破損嚴重，看不出裡面的人是誰。邊緣寫了一段文字，埋在地下的樹根令到樹枝產生果實，卻並不要求什麼報酬。不知道用啲咩嘅盆栽，不過都死曬。校長室嘅門牌，我諗緊想唔想試下上去，可能又有啲咩筆記拎啊？我佢係唔俾我狗喎。位置最低的建築，我不明白為什麼學校可以這麼破舊。穿過禮堂就離開學校的下坡山路，離開學校校門最快的方式就是穿過禮堂。我定要入去嘛，可唔可以唔入啊？交叉下先。嗯，系冇其他路嘅喎。聽到我食嘢真係肚餓，食嘢啦。不自覺就想檢查依個有冇跑出嚟。可唔可以走啊？嗯，個女仔瞓著咗定點啊？同學冇反應，佢講係我唔想上啊！小心點，好，我聽你講，靜咗音添。同學，起身啦，台風嚟啦。嗯。佢唔係死人嚟嘅，原來。
佢今次封面嗰个人嘅，拎住张相个人，呢个边度嚟噶？大礼堂，佢瞓咗喺港台中间啊。嗯，话已经放学啦，台风嚟噶咁啊，台风。咁啊，教室过走过嚟，沿路半个人都冇，奇怪啦，点解？快啲翻去啦，天色唔系好好啊。一阵间落暴雨就惨啦！等阵，我颈链唔见咗啊！吓，我见到啊，我颈链啊！啱啱叫醒你嘅时候，就已经冇见到啦喎！点会噶？我唔见咗？在边呢？到底？家堂用嘅灯。通常都不会搬入礼堂，因为有啲咩活动？即系我哋而家咪陪佢揾颈链啊！佢上面都系杂物，仲有一个老旧嘅军用夹克 jacket， 睇嚟冇咩特别。电话响，吓死宝宝了。喺老旧嘅排风扇，冇通电，扇叶都唔系好转得喐。深处隐约传嚟嘅声音系外面嘅风声啊！入边有啲嘢，通风口深处入边有啲嘢，太入边啦，双手冇办法拎到啊。点样翻出去啊？喂，有把遮可以勾我试下，旗杆、班级牌。全校集合的时候就要搬呢啲嘢啦。拎起把遮，白鹿颈链，点解我跌咗喺啲咁地方？好啦，我見到有人洗版，所以我要 ban 一 ban 你留言。你洗到人哋都叫你唔去洗啦。好啦，繼續玩。應該冇嘢調查。好啦，佢又沒有回應啦。快啲啊！我都揾到啦，哎呀，咁就麻烦你啦。系点样噶？玉佩白鹿嘅造型，用绳系住，咪即系啱啱嗰条咯。咁你分头揾啦，我揾完啦。多谢你啊，唔该你啊。你点解会喺礼堂度瞓觉嘅？其实我自己都唔知啊。头早啲晕晕地，都系快啲揾到颈链就翻屋企啦。好厌啊！到底去咗边啊？我点俾佢啊？我明明已经攞到咯，但系吓，我咪仲要触发啲乜嘢啊？
佢又要撈好耐。喂，出面應該點樣拎條頸鏈俾佢啊？我咪遲咗觸發劇情，搞到俾唔到條頸鏈佢咋？啊！有啲凍，閂冷氣。講嘢。點俾佢啊？有冇人知道啊？原來要拉落去噶，切！靠啤啊！係咪呢條頸鏈啊？哦，你揾到喎！太好啦，多謝你啊！嗯，喺邊度揾到噶？喺隔離儲物室嗰度，儲藏室嗰度，跌咗喺通風口入邊。感觉好似俾人掉入去咁啊！咦？点解嘅？点解会喺嗰啲地方噶？算啦，反正都揾得翻啦，冇其他嘢就快啲走啦！硬系觉得就嚟落大雨啦。嗯，好啊。多谢你帮我揾到条颈链啦，快啲翻去啦！哇，好大雨啊！棵树已经好老啦，台风天喺度都太危险啦，啩，快啲走啦！或者喺人们嚟到山上以前就已经有。咩石嚟啊？呢度呢嚿石已经存在咗好耐啦。好像是不知道什麼宮廟跌下來的，幸好你叫醒了我，如果不然現在可能要住學校了，我們快點走吧，越走越近。警衛室，連警衛都已經回了去這樣了，再過去就是校外了。咁成班人又 high 嘅喂，发生咩事？啊！桥断咗 ，what the fell？ 靠，唔系话？哇！咩事啊？红色嘅？天啊！而且點解啲河水變咗紅色嘅？點會咁噶？咁大量嘅血，唔好嚇我啦！啊，唔好意思啊，隨口講噶咋？到底發生咗咩事啊？俾人屠殺完，條河都唔會變咗咁紅啦，係嘛？冷靜落嚟先，一定係有合理嘅解釋噶。嗯。怎會染紅的？颱風天河水最多都是變濁的啫。我知道了，山上面有幾間工廠，一定是他們趁颱風來了，在偷偷地放廢水。是這樣？應該吧，我都沒有親眼見過，只是在理場那裡聽過來的現象。咁樣的確就講得通嘅，比較麻煩嘅就係條橋斷咗，呢下冇辦法落山啊！真係啊，明明一堆人每日都嚟嚟去，公所就係死都唔肯改建呢條橋，死人爛橋。
翻下先啦。咁样淋雨都唔系办法啩，都系。唔好担心，如果净系台风嘅话，善用学校资源就可以安然度过噶。嗯，哈哈，你都几可靠，就保持乐观咁样啦。嗯，我哋行啦。直播到几点啊？未知啊。不过一下先啊，我啱啱你嚟见我咧，喺度咳咧，唔系好舒服啊，所以我去斟杯茶。嘿，翻嚟，睇下啲留言先，唞唞佢先。咩？佢好似去咗食下午茶，我去咗斟茶。我去了喝茶呢，啊唔系去斟茶呢。啱啱喉咙唔系好舒服啊。唉，又湿又冻又受困，祸不单行啊！真系，咪先，我未读完你啲留言。啱啱入嚟睇，以为叻咗，你好中意我淘宝开箱片嗰几啊？休息一下先啦，等阵仲要谂点样喺学校过台风啊！黑俾个广告吓亲好啊！啊系啦，仲未多谢你帮我搵翻个颈链，我啱想讲颈巾。我系三年中班嘅方炳欣，哦佢系大过我哋嘅。你呢？我就系知道呢度系二年人班啫，系三年级啊！原来学姐，我叫魏仲贤啊，唔使叫学姐啊，有够别扭。别扭，别扭，叫名就得啦。平时唔会去三年级嘅大楼噶。觉得你哋嗰边都喺度准备紧升学考试，气氛应该好煞啊！嗬，咩叫好煞啊？我谂呢个游戏嘅背景应该系台湾嚟嘅，啲校服都似，所以佢哋应该系应该系高中二三年级我估。先冇啊！爱玩嘅都喺度玩，根本就冇你谂得咁认真。我几羡慕你哋，都就嚟毕业啦，唔使再见到白国锋嗰张 poker face。白教官，哇！你咁都够胆直呼佢名位嘅？听讲以前打仗杀人唔眨眼嘅喎。喂，系私底下先咁咯，好唔好啊？平时大家都惊佢惊到死啊！净系听到佢清谈嘅咳嗽就已经会错字嘅错。呢个喺台湾嘅意思即系，通常都系跟住个屎字喺后边嘅，即系吓到濑屎咁样。个同学就系你，过嚟，点解叫教官就多？你喺度心虚啲咩？你咁肥啊你？妈，学得好似啊！忍下啦，出年就到你毕业噶啦。哦，度年如月，度日如年啊！我讲咩啊？嗯，我谂好啦。一阵间去校长室度打个电话，睇下可唔可以联络到李长。工具间应该有台暖炉，再去保健室度整两条毛毡。使唔使抄低噶？抄低先。去校长室打电话。跟住去攞工具间。工具间有个暖炉。跟住喺保健室攞毛毡。点解唔索性喺保健室度瞓啊？好似真有床啊嘛！哈喽，啱啱入嚟嘅小朋友，两条毛巾，两条毛巾，毛毯，
因为应该是坦啊，好像地坦。咁样过夜就应该冇问题啦。你都考虑得好周到喎，使唔使帮手啊？唔使啦，学姐你就喺度等啦，粗重跑腿嘢就等男生嚟嘅就得啦。你咁样好大男人喎、啊！我俾你听啦，我唔系嗰啲娇生惯养嘅小姐嚟噶，睇呢个发型都知道。瞓早头，系啊，对唔住啊，从小就习惯咁样讲嘢，都唔使道歉嘅，你呢个人都够直嘅。嗯，一系咁啦，我去打电话先，翻嚟之后再一齐搬嘢，咁样嘅话得唔得啊？哦，咁样嘅话我接受，咁你快啲翻嚟啦，快去快回啦。哦，做乜我唔用咁多门噶？